这么快就穿好了？那走吧。最近随便坏了吗？但凡是个男的就没有不爱车呀。总算找到让李玉对我感兴趣的地方。喜欢哪个哥今天就开哪个，你来挑。简哥，看你方便吧。别介，说了让你挑你挑吧，这些车我好久没动了，这么放着不好，今天正好挑一辆活动活动。看上你了吧？那这辆得了，就他了。两个再见。哥，那我们先进去了。真是越来越上头。简哥，算了，还有不到两月就考试了，孩子寒窗苦读十多年，不能在这时候祸祸人家，忍忍吧。不过李玉毕竟是老李家全家人的心肝，是不是还是不动为好？要是就这么把他拐带歪了，被老李家知道了，也不用活了。去他妈的！不行，说不定过个几天，我连李玉长啥样都忘了，我还在这纠结个屁呢。那个老头子，以为我和简随林多相处，感情就会变好吗？随林，那是你哥不？是啊，上次他开玛莎拉蒂来学校，可造成不少的轰动。哥，你怎么来了？老爷子下令让我接你回家一起吃饭，不然你以为？李玉，这边。这儿呢，老哥。李玉，这儿。简哥，要不见面？好啊，哥，我们走吧。他也去吗？是啊，还请了其他同学。不过李玉先跟我们回家吃饭。请好几个同学干嘛？因为今天是随林生日。生日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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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随便吧。哥，这是蛋糕的第一块，给你尝尝，看好不好吃。哦，翠林，我来帮你吧。坐这真是浪费时间。翠林，给你的礼物。哦，他会送什么？啊，跟你那个手机一样的。你不是说我那个好用吗？谢了。还以为李玉这样有灵气的小美人能送出什么有创意的东西，没意思。啊，拿去花吧。子英，你也不给你弟弟挑个礼物，他一个十来岁的学生，给他那么多钱干什么？着调。他都成年了，应该知道怎么花钱。公司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啊？哦，哥，那我送你出去吧。我，哎，今天是你生日，你立场不好，在这待着吧。我送你吧。简哥，你不知道今天是随林生日吧？啊，没记得。你今天连句生日快乐都没跟他说。啊？我没说吗？红包送了，我人也来了。说不说有什么要紧？随林从小就很崇拜你，今天人来了，跟他说句生日快乐，比你送他什么都强。他对简随林怎么这么关心？崇拜你？算了，我们的关系跟你和你哥不一样。简哥，你至少给他发个短信，说句生日快乐吧。行行，你都开口，简哥听你的。小林子，生日快乐，你哥。谢谢哥，你今天能来我很高兴。满意了吗？谢谢你，简哥。张总，那我就先走了。行嘞，咱们就合作愉快啊！你路上开慢点。距离考试还剩不到几天，李玉跟你在学校，哎呀妈！果然不在。也是，哪有那么巧的事？他们拍连续剧，假的。太热了。啊，是。今天真够热的，你怎么还在学校？在家待不下去，不如过来打打球。李玉，
哎，那不是简随林的哥哥吗？哦，就上次开玛莎莱蒂送随林那个。简随林今天没来啊。我就顺路来看看。哎，对了，大哥，你打球吧，我们想三对三，正好缺个人。这小子真有眼力劲儿。好啊，来几把。简哥，你这鞋这裤子能打球吗？不碍事，我上学的时候可是校队的。来来来，把球给大哥。截他呀！你投啊，你投！别让他跑了，简哥好样的！抢到球了，简哥小心，鱼过去了。简哥，简哥快躲开！简哥，你怎么样？就是脚疼。年纪大了真是不行，才运动运动就受伤。打球磕了不好常事嘛。对啊，因祸得福啊。这小女的值了。等一下，她在干嘛？我没事儿，你把我送车上吧，这个几天就消肿了。伤的是右脚，你怎么开车？简哥，把钥匙给我，我送你回去。科技还行啊，谁教你的？我大哥。简哥小心。简哥太热了，别搂着我。不好意思，磕脚疼，有点站不稳。这小样真细，脖子可真白，真想咬一个。走吧。哎呦，你家几楼？28层。没吃饭，饿了。冰箱里面只有泡面，给你煮点面行吗？行，做什么我都吃。